2010年4月26日，上海世博日彩排日，距离正式开幕指日可待。在一场春雨下，约10万游客参加了世博会精彩别致的展馆开幕仪式。近200个国家将向世界观众展示出其建筑特色和人文景观。在意大利馆入口处，大排长龙，五颜六色的雨伞，数百人等待着进入意大利制品的魔法世界。迎接游客的是惟妙惟肖的复制建筑维琴察德尔帕拉迪奥剧院，此次展出了意大利在各个领域的成就：高级时装定制、面食、工业机械、法拉利、与绿色隐形、歌剧。米兰拉斯卡拉交响乐团也将上演听觉盛宴。意大利的魅力注定会让所有游客惊叹与着迷。5月1日正式开幕，体验意大利的美好生活。